决定今年白沙屯妈祖往北港进香的活动时间，大批信徒紧盯着现场情况，将工作人员团团包围，庙里庙外都是人。随着直角声，现场气氛热闹又紧张。由于每个日期都得直到三个圣杯，经过了将近40分钟，才终于确定今年进香活动是在国历的3月18号起驾，3月23号到北港，3月26号回銮，9天8夜。但相较去北港有将近6天的时间，回程却只有不到3天，就要急行军回到苗栗通宵，十分考验信徒的耐力。算是急行军喽，一样30几个小时就要回到，差不多通关之后那个住驾，所以等于说回銮的时间晚上也没办法休息了。还有信徒最关心的报名时间，庙方宣布是在2月16号，估计参加人数会比去年增加20%，有望突破13万人。而新闻吴立安、赵英光、巫少卿苗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